我叫安娜 AKA 迷你米，因为长度抵不过地球的引力，好奇心让我看到 MJ 在 MTV， 从那天起就开始学他 villaging， 学他垫垫垫的脚，瞬间变变变的高，这脚的功夫要学得好，烦恼都觉得少，这是袖珍型的冒险，是种浪漫，了不了解阶段的步伐，我秀身形在表演。 Oh yeah。